你妈谁是臭浓眉锅呢？放开！要咬你！我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打人呢？我打的就是你！老娘有钱赔得起，有本事你动我一下试试！你求求你，穿的那个穷酸样，农村来的吧？你个土包子！有钱了不起是吧？就可以随便打人？哎，我有钱，我就了不起。我想打你，我就打你。有本事你动我一下试试，你敢吗？老板，你怎么又穿这身衣服出来了？哦，对了，这是咱们机场的新品土鸡现金，需要您给定个价。咱们这可是正宗的土鸡现金，这一包净含量是100克，背面是使用方法和配料表，平时用来炒菜、煲汤、拌凉菜都可以使用，味道鲜美，口感纯正，是每家每户厨房的必备调料品。老板，咱们这么好的土鸡现金该怎么定价呀？既然是新品啊，咱们定价就亲民一点，要让千家万户的老百姓、农民工都能使用得起。所以啊，我决定只要是现在点击下方链接下单的朋友，9.9元我给你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，还给你啊包邮到家。陈秘书，去安排吧。啊，老板，9.9元六包还包邮？去安排吧。好吧，老板。有钱了不起是吧？开个破车了不起是吧？我虽然是农村来的，但不代表我们农村人好欺负，以后别让我看见你。农村人怎么了？农村人更